在游戏里充了这么多钱，今天我终于见到回头钱了，兄弟们，看看谁给我邮寄了个快递，完美世界 CSGO 国服。马化腾，你学着点儿，看看人家。兄弟们，你瞅啊，人家没有叫我陈大蓝，也没有叫我陈大黑，而是给了我一个尊称陈先生。满打满算，咱们在 CSGO 里花了那也不少了，保守估计粗略计算怎么也干进去一台帕拉梅拉了吧。哎呀，沉甸甸的，这不能往里给我放两根金条吧。哎呀，现在金价多贵呀， CSGO 干啥呀？但是基本上我每期的视频标题封面都是 CSGO， 如果你有良心你就看看我。哎呀，这真看着我了，兄弟们，哎，真看着我了。小快递，别闪自己人，别闪自己人，天地良心，兄弟们，我哪回闪的不都是自己吗？是不是？我哪回不是闪的自己？一共两个东西，开下一个。哎呦，由于以太坊技术无所不在，国服五周年。邮票同款数字藏品，全球限量5000，每份独立编号。邮票，兄弟们，全球限量5000份的邮票，我是其中之一啊。还能打开吗？我靠！球70多亿人，我是5000分之1，太香了。这个 CSGO 多有良心，这不比手雷拌饭送我这破玩意儿强多了？你瞅他买这个冤种拼图，哎，咱兄弟们你瞅瞅啊，图纸都没有，让我照着这个拼，这哪是拼图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自己瞅瞅来，这是人能拼的吗？没有编号，没有代码，没有区域，你要在这些碎片里找着这他妈脸上去拼，兄弟们，他还有脸问我拼上了吗？这咋拼？这谁能拼啊？这至少800的人过来都得挠挠头，这我不拼，放着吧，有他有空让他自己来拼吧。